啊，练琴啊，练琴啊，爱学易经的概念啊。易经就是数的概念嘛，伊就是敢那开坎合嘛。啊，三个开就是乾，三个什么三个合就是乾，三个开就是坤，然后演化出八卦出来，有无？其实，所以我咧学八字一定足紧的，因为八字伫我看起来就是坎和弦交响。你今仔日你看，你今仔日看到因爵士乐写一个 C major 十三减九。这是不是参照一个人的背离现象？你看无嘛？但是今仔日伊捌音乐的人 ，C 十三，是毋是1 2 3 4 5？安尼就是十三嘛，九照加是七嘛，七和弦嘛，九和弦、十一和弦、十三和弦嘛，其实就是全部音拢出来嘛。第九个音要降半个音嘛，这个和弦的组成就是安尼啊。